你安怎是安怎？你的囡仔拢无想要甲你分享伊的生活，你唔知为虾米伊会遮友好吼？来啦，我就简单问你一件代志。假使讲今日你的囡仔足欢喜的走来甲你讲，妈，我开120,000块买一卡 LV， 真正有够好看的。你确定你会甲伊讲，开了好，买了水，买了赞？你确定你会咧甲伊讲吗？你若不甲伊 LV 起写伊的关系，伊嘛阁买了好咧。啊，有人可能就会讲啊，做是大人的本来就会关心囡仔啊，我惊伊辛辛苦苦赚来钱，啊乌白开安尼啊，人工也要结婚生囝，要买厝就会足困难呐。啊，做是大人关心囡仔是正常的啦。今仔日你的囡仔是去学车弄倒伫病院啊，无你是咧关心一箍哦？人今仔日是欢欢喜喜要来甲你做伙分享快乐的，啊你是咧关心啥货咧？人咧过年啊，你叫人较早去睏咧，对身体较好，是有代志无咧？老是即落，真就是爱漂亮啊。会漏财、啊，会没有钱。你不要再说了，如果你在说的话，你也不要喝酒了。我喝酒也会没有钱，是不是？对啊，喝酒喝酒还不是花钱？可是我喝酒花很少啊。没有啊，妈，你们都买很多，而且越花越多钱，越花越多钱。我才花一次而已。女生是不是都爱漂亮？那你就也爱帅啊。我爱帅啊。那女生也是爱漂亮。对啊。可我这样帅吗？你觉得爸爸帅吗？帅不帅啦？你觉得爸爸帅吗？啊！你赶快回答。对，喝酒还不是花钱？可是我喝酒花很少啊。没有啊，妈，你们都买很多，而且买烟也不是也要浪费，越花越多钱，越花越多钱。我才花一次而已。啊，没有是讲穿，你管他干嘛？女生是不是都爱漂亮？那你就也爱帅啊。妹妹跟着我讲哦。I promise. Eli. I won't.Really, 妹妹, you will not have a boyfriend? You won't have a boyfriend? Do you want a boyfriend?Girlfriend. Mei Mei 跟着我讲哦。I promise Eli I won't have a boyfriend. Really, Mei Mei, you will not have a boyfriend? You won't have a boyfriend? Do you want a boyfriend?